大家好，马上呢将会直播啊，一个叫超什么超球出击啊，超球出击一个节目，这是他们找我签的球。我签的球了，抽的球，没吃的。很多朋友已经收到了这个奶，我现在收到的好评还是很多的，啊，还是很多的。今天这个，王老师，哎，一会儿见，哎，一会儿见，好，好。裤子是新买的，其实衣服也买了。今天呢休闲一点啊，因为我是嘉宾啊，不是主持人。是不是坐这边好一点？牛奶还没到呢，别着急啊。欢迎品尝小酱优品纯水牛奶，真正有奶味的奶。欢迎大家下单啊，我就不那什么了，我就不奢望太多啊。就是有十单就行，还有15分钟，有十单就可以，好吧？有十单就可以。熏鸡没有了，不是美颜了，化妆了。鳌拜大车今天晚上10点开始，鳌拜大车今天晚上10点开始，缺多少你来补啊？不用，没事儿，先别着急，就我建议每个人就下一箱两箱，就先这么下，别着急，好吗？先尝一尝。今天晚上呢是8点到9点呢是一个这个直播节目啊，可能是有点这个娱乐性质的吧，大家就看看就完了啊，看看乐，企鹅也可以看，屁屁也可以看，然后呢回家路上一个小时，10点钟呢就先发个白嫖车啊，或者11点吧，看情况吧，然后呢到12点。就进入到会员车啊，那个时候首发阵容也出来了，然后呢我们一起呢来研究首发阵容，并且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给大家呢来看一看，就是对菲律宾那上半场啊，中国队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好吧，简单的点评一些比赛，然后就等待着1点钟正式比赛的开始。对，十一点吧，就是我回到家我休息休息，要不然的话呢，50分钟到家，10分钟就得赶紧开播，就太累，因为今天得干到五点了，今天没有推迟到2点，好吧？今天的比赛还是1点，好吧？打叙利亚是2点，我跟你说，今天有不少人，全国应该有300多万人会错过比赛的时间，因为他光看一个哟，这个什么这个推迟到2点了，他忽略了那是下一场
好吧，那是下一场。欢迎大家呢来体验一下小象优品奶，纯水牛奶，水牛的奶，现在真的好评很多啊，我很骄傲很自豪，很多朋友呢给孩子喝，包括老爷们儿也喝，老娘不是那个老爷们儿的太太们也喝啊，感觉不错。你呢花68你先下一单试一试好吧。很有奶味儿。大牛教练，你会看今天晚上这个意大利对土耳其吗？这个不能大口喝啊，一个呢是大口喝呢你不能够真正的体会这个奶味儿。第二呢因为大口喝也受不了，奶也受不了啊，就有的朋友一下午干了5箱啊，不是干了5瓶，给对象买的可以，你给对象买的奶对象将还你一片情。一会儿呢我看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带进去啊，如果我能带进去呢我就放在一个地方，完了直播好吧，就是另一个视角。反正今天晚上吧，如果你是真正的球迷，那我们就可以啊一起欢乐的度过一个夜晚，既有国家队的比赛，也有欧洲杯的揭幕战，意大利对土耳其啊，孩子都哭了，小赵哭得最厉害，什么意思？孩子们都哭了，是续瑶吗？是在哪儿直播呢？是在哪儿直播呢？旭瑶，我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在一起并肩作战。好吗？国足悬了。什么国足悬了？又出什么事儿了？你都买了9箱牛奶了，谢谢啊。我的表情没严肃，就是其实旭瑶离开我也挺难受的，昨天我们喝酒的时候
哎，我也说，没有足够的能力呢，把他留下来啊。但是他在进步。说说赵松元和唐华健的比较，一个是09的，一个是11的，啊，这是他俩最大的区别。土耳其能不能爆冷？这个事儿啊，我不好说，因为其实你们甭管是谁分析，其实都是基于可能，之前的两个队的一些技战术的打法，包括一些揭幕战的这种属性吧。因为意大利呢是18年，曼奇尼接手以后，然后就。到19年、2000年到现在，他基本上他就都不败。土耳其呢，也是最近6场4胜2平，所以两个队其实都到了一个极限啊，都到了一个极限。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一定让我说，一定让我说这个今晚上的比赛，我也不是说基于对双方的了解，我只是凭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觉得，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哈喽啊，东东老师。哎，没事没事，没事，我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么着吧，你们觉得谁能赢？你们觉得谁能赢？这哥们说话怎么这逼样呢？拉不出来了，我先给你拉出去吧，好吧？我先给你拉黑吧。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我操！来啊，咱们就取前十个啊，取前十个啊，意大利平土耳其，意大利平土耳其，土耳其平局意大利，好吧，我得出结论啊，意大利赢一个球，好吧，意大利赢一个球吧。这么多竞猜的，还可能红牌都能算出来，你们也太厉害了，一看都是老赌棍了。我不赌球，因为不赌就是赢。但是我比较坚定的认为法国队能夺冠，啊，董哥哪里下注？我心中下注，啊，赌徒朋友们，请你们远离我这儿好吗？那么一个月以后，这些参与欧洲赌球的朋友。我坚信你的花呗、你的戒备，以及你身边的人对你的戒备，都会有的，好吗？都会有，大家赶紧下下单吧。但是一定不要买多，你听我这句话好吗？一定不要多买，你就买个一箱尝一尝就可以，好吗？
牛奶收到的朋友一定，你要觉得不好喝，你一定给我发私信，好不好？今天我可能遇到一个骗子，我差点又被骗了。这哥们说董哥给我发私信，都说董哥我买了你的会员，但是呢我四月份离职，我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现在还要交房租，能不能够帮我把会员费退给我，然后等我找到了新工作以后呢，我再给你这个就是买你的会员。我一听这个，我心里边特别难受，好吧？我按说呢是我不应该给他退，因为第一呢是平台收的钱，三个月的账期，而且呢这个呢，哎呀，而且这个呢他你给他退了之后，你也没法消他的会员呀。但是我一看这哥们说的太可怜了，后来我说要不然。你这样吧，你把你那个会，就是办会员的凭证，哎呀，漏奶了，董老师，哎，十分钟了，好嘞，走，打个机器。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这黑衣服没事吧？挺麻烦，没事啊。切柠檬，先给你给切到上面捞。黑衣服没事。切完块儿，没事。我可以搁在下边。我辉哥应该在里面。辉哥在。哎，就咱俩黑白配了。我是这边呗，啊，我在你旁边。好。行，我操！更有机会赢得巨星亲笔签名球衣，足球出本季锁定企鹅体育和别克昂科 Plus， 请选择强大，超球出击。6月11日至7月11日，欧洲杯重装大赛。好，我这边我是一下儿子，哎，我先。OK， 我先正对我一丁老师调机位呢，我想坐的舒服一点，这样我们一丁老师。好吧，开吧，开吧。董路、王晨等20多位足球大咖轮番现身中国。董老师，您来两句。二三四五，红包与大后说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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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具，别克顺风经销商，门店自动打卡活动都可以获得额外别克宠粉威力值。足球宠粉基地四季最强召唤时，使用威力值可参与最强召唤时活动，抽取别克安徽 Plus 零件盲盒、手机零件英豪礼物及其十个零件，召唤完整别克安徽 Plus。更有机会赢得巨星亲笔签名球衣，足球宠粉季锁定企鹅体育和别克昂科 Plus， 请选择强大，超球出击。6月11日至7月11日，欧洲杯重装上阵，24支豪华之师燃爆惊吓，别克足球宠粉季热力来袭，足球宠粉季第一季超球出击。比赛日每晚8点到9点，企鹅体育联合别克昂科 Plus 打造超球出击主题直播，张继、冯路、王涛、冯宇晨等20多位足球大咖轮番现身脱口秀，豪华阵容只为热爱足球的你。锁定比赛日直播，红包与大会抽奖，现在考虑登录来。足球宠粉季不让随便说一个安排，身亡完成专注专注专注主力内容，即可获得活动威力值。威力值跟着大咖们进参赛，懂不懂球猜猜便知，看看谁是最强猜身王。足球宠粉季在哪四季别克特别领域，别克粉丝拥有尊享领域，成为别克 IBFAP 认证会员，参与别克世界经销商，满足各种各样的满足车都可以获得额外别克宠粉威力值。要是每天晚上12点最强召唤时，谁用威力值可参与最强召唤。活动抽取别克昂科 Plus 零件盲盒、手机零件英豪礼物及其十个零件，召唤完整别克昂科 Plus， 更有机会赢得巨星亲笔签名球衣。足球宠粉季，锁定企鹅体育和别克昂科 Plus， 请选择强大，超球出击。6月11日至7月11日，欧洲杯重装上阵，24支豪华之师燃爆惊吓，别克足球宠粉季热力来袭，足球宠粉季第一季超球出击。比赛日每晚8点到9点，企鹅体育联合别克昂科 Plus 打造超球出击主题直播，张继、冯路、王涛、冯宇晨等20多位足球大咖轮番现身脱口秀，豪华阵容只为热爱足球的你。锁定比赛日直播，红包与弹幕抽奖，限量好礼等你来。足球宠粉季第二季最强财神王。完成超球出击活动专区指定任务，即可获得活动威力值。威力值跟着大咖们进参比赛，懂不懂球猜猜便知，看看谁是最强猜球王。足球宠粉季第三季别克特别领域，别克粉丝拥有尊享领域，成为别克 IBFAP 认证会员，参与别克授权经销商门店互动打卡活动等，都可以获得额外别克宠粉威力值。足球宠粉季第四季最强召唤时，使用威力值可参与最强召唤时活动，抽取别克昂科 Plus 零件盲盒、手机零件英豪礼物及其十个零件，召唤完整别克昂科 Plus， 更有机会赢得巨星亲笔签名球衣。足球宠粉季，锁定企鹅体育和别克昂科 Plus， 请选择强大，超球出击。6月11日至7月11日，欧洲杯重装上阵，24支豪华之师燃爆惊吓，别克足球宠粉季热力来袭，足球宠粉季第一季超球出击。比赛日每晚8点到9点，企鹅体育联合别克昂科 Plus 打造超球出击主题直播，张继、冯路、王涛、冯一晨等20多位足球大咖轮番现身脱口秀，豪华阵容只为热爱足球的你。锁定比赛日直播，红包与弹幕抽奖，限量好礼等你来。足球宠粉季第二季最强财神王，完成超球出击活动专区指定任务，即可获得活动威力值。威力值跟着大咖们进参比赛，懂不懂球猜猜便知，看看谁是最强财球王。足球宠粉季第三季别克特别领域，别克粉丝拥有尊享领域，成为别克 IBFAP 认证会员，参与别克授权经销商门店互动打卡活动等，都可以获得额外别克宠粉威力值。足球宠粉季第四季最强召唤时，使用威力值可参与最强召唤时活动，抽取别克昂科 Plus 零件盲盒、手机零件英豪礼物及其十个零件，召唤完整别克昂科 Plus， 更有机会赢得巨星亲笔签名球衣。足球宠粉季，锁定企鹅体育和别克昂科 Plus， 请选择强大，超球出击。6月11日至7月11日，欧洲杯重装上阵，24支豪华之师燃爆惊吓，别克足球宠粉季热力来袭，足球宠粉季第一季超球出击。比赛日每晚8点到9点，企鹅体育联合别克昂科 Plus 打造超球出击主题直播，张继、冯路、王涛、冯一晨等20多位足球大咖轮番现身脱口秀，豪华阵容只为热爱足球的你。锁定比赛日直播，红包与弹幕抽奖，限量好礼等你来。足球宠粉季第二季最强财神王，完成超球出击活动专区指定任务，即可获得活动规定值。主力队跟着大咖们进球赛，中间一点点的了，点点值。他们说谁是最强财神王？足球宠粉季第三季，戴眼镜儿，还是我们打给你来一名？这都是戴眼镜儿，所有人我都能看到，就开始猜了。我告诉你，是全经销商门店互动打卡活动等，都可以获得额外。
换比克充分威力值。足球充分基于四季最强召唤时，使用威力值可参与最强召唤时活动，手机比克昂贵 Plus 零件盲盒，手机零件英豪礼物，及其新的礼物，召唤百万比克昂贵 Plus， 更有机会赢得巨星亲笔签名球衣。足球充分基于锁定企鹅体育和比克昂贵 Plus， 请选择强大，超球出击。六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一日，欧洲杯重装上阵，24支豪华球队燃爆惊吓，捷克足球充分季热力来袭，足球充分季第一季超球出击，比赛日要8点到9点，企鹅体育联合联通中心办，超球出击主机直播，占据董宇、王涛、侯一晨等20多位足球大咖轮番现身脱口秀，豪华阵容只为热爱足球的你。现在大概4-5分钟就是2000，是吧？隔壁对隔壁之战呢，就是两位老师来这个戴眼罩，在这个第二个赛况和我跟老师一块聊聊自己打意大利。第三个呢，又是一个答题，啊，10道题，说看能答对多少。这个题是有难度的，我刚刚是看完 ABCD4 其实挺难的，对于我来讲，对，因为它其实是有些很专业的东西，对，有些很专业的。有答案，有答案，而且是您选完，不是您选完 A 之后，答案会立刻告诉你是 A、B、C、D 是哪一个。好吧。然后第四个环节就是进行这个小课堂环节了，大家基本上一直播时间就足够了。然后中间此情此意是打断我们这个三个释放主播的环节，是吧？一起看球欢乐多，欧洲杯的精彩不错过。那么在今年夏天，大家都知道这个欧洲杯迟到了一年，终于是回来了，很多球迷呢都是翘首以盼。那么在我们整个超球出击的脱口秀直播过程当中，所有的欧洲杯每一个比赛日，梁小雨在这个直播间都会同各位企鹅直播的球迷朋友们一起来完完整整的度过属于这个足球的夏天。当然这个铁打不变的小雨啊，我旁边每天都会有帅哥美女。今天我们的这个开场即王炸，我们的这第一个王炸来了啊！董路老师以及我们的美女主播子琪，董路老师好，子琪好，哎，大家好，子琪好，大家好，董路老师好，小雨哥好。这个夏天，董路老师，您是不是已经等了得有一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欧洲杯要开始了，问您一个关键的问题，时差调好了吗？平常已经。在试验一下欧洲时间了，对，还是很期待的。因为世界杯它被称为是全民运动，欧洲杯呢是球迷运动。事实上呢，欧洲杯呢是世界上可能是在国家队这个层面上水平最高的比赛，所以呢，对于球迷来讲，肯定是万般期待啊。所以大家先把这个时差调好了，每天晚上8点到9点来我们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这个互动脱口秀直
播。当然这一档档这一档的直播的话，董老师之前咱们在这个直播前沟通过，他就是轻松轻松，他就是好玩好玩，他就是扯闲篇儿扯闲篇儿。所以上来就问董老师，今年欧洲杯的冠军是法国？法国啊，立刻就是对，就是法国。子琪，今年欧洲杯的冠军是意大利。法国。大家注意啊，子琪现在穿的是意大利的球衣。我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啊。今天晚上，因为我知道第一个比赛日的话是一场比赛，是意大利对土耳其，意大利对土耳其，我们的两个小国旗啊是立在这儿。当然，在这儿的话，还是要提醒各位球迷朋友，在观看直播的同时，球迷朋友一定要记得去别克的 iBook APP 截图会员信息页面，上传企鹅 APP。活动页面认证成功即可以获得额外的别克宠粉威力值，让你更有魅力。在凯德星直播间的观众点击右下角的购物车，还可以来挑选精美的商品。当然我们今天的整个环节的话都是比较的轻松，我们要聊一聊今天晚上的比赛。当然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每期的来的嘉宾董老师啊，您也不是次次都来，对，来一次啊就要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哦，下次再来的时候，董老师，我得备备课，我得准备准备资料，因为我们今天晚上会有很多这种好玩的考题也好，所有在直播前的这些球迷朋友们，你们也可以互相参与，看看您离董路老师的段位到底还差多少。当然，董老师，我想先问一下子琪啊，子琪，这是你所经历的第一次这个世界大赛吗？作为今年16岁还是15岁的你？可能当年陪朋友一起看吧。嗯，当年男朋友。什么样的朋友？男朋友。不一定。啊，不一定。有可能是。保密是吧？啊。董老师问您一个非常具有时间感的问题，这可能是已经您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多少届大赛？大概是12、13次。12、13次，那每一次大赛，我们说把这世界杯算上，时间间隔就是2年。嗯。对吧？那这12、13次就是这26、7年了。董老师今年到40岁，不到40岁，38。问董老师从哪一年开始正式的参与到大赛的工作？我没记错，现在对，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6岁。6岁，小学的时候啊。当然我们可以跟董老师进行一下简单交流。在过往的这一些大赛当中，我们就来聊欧洲杯吧。您刚刚也说了，欧洲杯在您看来了和它的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亦或是某一些比赛的质量，是完全不输，甚至是优于。世界杯的那一定。欧洲杯过去这几年有没有哪一届您参与或者您观看的时候，我真的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实对于我这个年龄的球迷来讲呢，1988年的欧洲杯应该是印象最深。当时呢是荷兰的三剑客，巴斯滕、古利特、里杰卡尔德，橙色军团呢的确是，正式的起飞。然后那届的欧洲杯呢，有非常多的经典的画面，也让人。记忆犹新啊！84年呢，因为当时中国呢刚刚改革开放，84年的欧洲杯呢，大概其实我只是通过一些集锦能够知道法国队夺冠。嗯，当时呢，法国队的中坚力量叫杜拉基。哎，整个队伍呢，欧洲杯一共打进14个球，他一个人就打进了9个球。那再往后的欧洲杯，似乎呢就比较平均吧，就没有那么特别深刻的。嗯，往后的欧洲杯的话，相信董老师慢慢随着您的这个工作的不断的深入，了解的这个维度不一样了。到了今年2021年，我们是2020欧洲杯。对，对于这一届欧洲杯，在开始之前，您的一些刚刚已经给出了一个非常直白的答案，法国是冠军。那另外，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在刚刚这个五大联赛结束之后，所有的球员在各个城市集结来参加这个欧洲杯，您觉得今年？和之前可能最大的不同的一些看点在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有一些队员本来去年还能年轻一岁，但是因为延续了一年，那他们的这个运动机能可能会有所下降。还有一些年轻的队员，去年还没成熟，对，还没有成熟，但是通过一年的这个磨练呢，似乎也应该到了大展身手的一个阶段。对，还有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事实上呢，很多国家的这个联赛呢，它进行的呢都相对的。一个是赛程比较频密，再有一个呢，因为长时间没有观众，可能呢整体的这个对抗的激烈程度、精彩程度呢会打一些折扣。嗯，所以呢，从技战术角度来讲呢，也可能在这届杯赛的起初阶段呢，不会有特别精彩的。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我相信呢那些真正的强队还会逐渐的浮出水面。而且有很多的球队，包括很多球迷已经清楚了，这届的欧洲杯其实有些场次已经是与
允许一定程度的这个观众进场了，对，终于是可以听到这个国声国信，而不是通过这个电脑特效做出来的球迷呐喊声。我相信，正如董老师所讲，这可能对于球员的一些状态的刺激，可能比刚刚结束过去的这一年的五大联赛要更好一点啊。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对于这届欧洲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预测和一个想法之后的话，我们还是要进入到我们超球出击在每一期的直播当中的一些好玩的环节。我个人呢，非常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能够难为到董老师，能够难为到子琪。董老师说：“来吧，我不怕，我也不是被难为了一次两次了啊。”好吧，那我们就进入。男人何苦为难男人？这个好玩，其实就是对他好玩。对咱们两个来说是一定的折磨。但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观众朋友觉得好玩，就最好，我们就开心。好吧，那咱等什么呢？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德比之战。德比之战什么意思呢？之前我们的这个编导呢也跟我聊了一下，就是这每天呢我们得挑出一场比赛来，让我们的到访的两位客人啊来各抒己见，表明一下自己的支持的哪一方观点是什么。当然，这个表达呢，直接表达会比较的干涩啊，董老师。为什么要通过直接表达？就是我支持国足。支持国足。国足比赛的时间是明天凌晨的1点到3点啊，意大利踢土耳其是3点到5点。所以说，对于很多我们正在中国球迷来说，这一夜大家一定要熬夜了。前半夜有你支持的一方，后半夜到底是意大利还是土耳其，我们得听听子琪和董老师到底怎么聊的。当然，刚刚董老师说，我想很苍白的、很直接的来表达一下，不行。得通过游戏、哦、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呢，就是两位我们的客人分别呢是戴上我们特制的眼罩，遮住我们的大屏幕，上一个词语，这个词语的话，然后两位老师在眼罩的这个遮挡之下，您是不知道的词语，一个词语跟足球有关不知道，我也没看，但是一会儿大屏一上来之后，反正董老师眼罩戴上，确定是球员还是球队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估计啊，可能我们这个第一期直播的话相对入门一点，从这个词语来猜。董老师啊，咱说好了啊，这个词语的难度可能两位是差不多的，万一您这很正常，哎，啥就猜都有冷门吧，你冷门是吧，万一猜多了是吧，当然很好玩。那咱们这个第一个环节，我们先请子琪来带一下，董老师先让您观摩一下。行，好吧好吧，这个戴上眼罩之后的话，等一下我们的屏幕会出现子琪所要定出来的答案。子琪，你的每一个问题问完之后，我所告诉你的只是是或否，看看呢你到底是要通过几道题才能够来猜出正确的答案。所以第一步，8.45件，大概是270道题之后啊。来，首先来戴一下这个眼罩，基本上这个全世界天都黑了啊，不，全世界天都是亮的，只有子琪的这个天黑了，啊，天黑请闭眼。哦，很可爱啊，董老师，现在你想到等一下你戴这个的样子？我这个是狗，是狐狸吧？柴犬也挺可爱的，好吧？那董老师您就可以观摩一下，看看子琪他对这个答案的拿捏到底几道题。董老师，您觉得是几道题能猜出？我都不知道你要猜什么。那就是我现在屏幕后方正在出现的这幅画面，哦、董老师他就是答案。哦，他就是他就是答案。他就是答案。啊、嗯，他就他好、啊，那个是宝盖头他还是什么他？不知道啊。进攻的原技术，对，哎，他主教练是谁？曼奇尼。曼奇尼。曼奇尼打法呢也有点传控的意思。那这传控，董老师您觉得是真传控？他能传控的把这个土耳其拿捏的控得死死的。那土耳其的确是有不少朋友看好他，也是有道理的。嗯，一来呢，因为他热身的这个预选赛表现非常不错。嗯，二来呢，他最近的这样的这个叫热身赛啊也都保持不败。嗯，我们先看的是这个欧预赛意大利的成绩，这个成绩是给董老师注入这一针强心剂。实战全胜，场均控球率，董老师刚说现在意大利能控是的，65.3%的控球率。嗯，踢这个列支敦士登呢，两回合是超过75%的控球啊。那这个不算什么，这中国队踢列支敦士登也能到40%。40%是没控过对手是吧？聊战术踢法，意大利队现在善于打传控。对，他们习惯踢这个，他们现在的球员的这个配置
意甲也好，而且现在有很多比如像法甲、英超甚至西甲的豪门球队的一些球员也是意大利球员，所以说在您看来的话，这支球队现在踢法呢，在曼奇尼带领之下，是有点自己的这种风格和特点。对，他相对来讲呢，他战术稳定性比较好。嗯，就是这种大赛呢，往往呢，谁的战术稳定性强，谁可能呢，就是会，在比赛当中，即使不能够，赢得那么痛快，但是呢，想必呢，他的机会要比，对手多一些。嗯，土耳其当然他很有能力，但我认为呢，土耳其呢。这支队伍呢，它不是很容易平稳地表现出自己的水平，就它的这个民族特性可能也是这样，就它如果说打顺了，那就是一马平川；如果这个中间它有时候这个球员的这种上头的这种频率也比较高，一旦呢进入到我这种急躁的情况，那我觉得意大利的这种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发挥，可能还会找到机会，所以这是我相对看好意大利的。各位球迷刚刚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把董老师这段表述来截个屏啊，看看今天晚上这个比赛结果，我个人很希望这个土耳其创造一些奇迹啊，然后我们再把董老师的非常正经的跟大家分析半天这个视频放出来。那董老师说我已经习惯这个样子了啊，我不是很习惯，因为多半我猜的还是对的。哎，这个话就比较有气势，我们等会儿得听听子琪他为什么支持土耳其，难道在我心目中意大利的球员不是更帅的？下面的时间子琪是不是又要给大家发？对，我们要发放第二波的福利啊，会在8:30的这个时间准时给大家发放我们的企鹅体育送福利第二波，观众可以点击屏幕上的红包语，就有机会获得体育大咖精灵足球，刚才董老师已经帮我们签过了，然后还有我们企鹅体育平台的虚拟奖品，有机会呢也是不容错过的，也是非常好的机会。送完了福利的话，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曼奇尼呢给意大利队带来了全新的战术体系，比如 Enquiry Plus 的智能 DNA 带来的全路况高效的驾控体验，全新智能驱动系统，高效的动力组合，参与 iBuild APP 别克懂球帝话题讨论，将有机会参与到连线直播间和各位足球大咖在线看球。问一下子琪，你支持的是土耳其，但是我们所有的年纪小年纪大的球迷都知道意大利常出帅哥呀，作为一个球龄没有那么长的球迷啊来讲的话，您怎么今天晚上就对土耳其有如此之大的信心呢？帅是帅的，但是一般来说好看的男人都靠不住。嗯，董老师靠得住吗？我觉得董老师是万里挑一的那种内外兼修行。董老师就要从座位上起。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说话？没有。所以说呢，可能子琪呢，他的这个视角啊，观点相对来说直接一点，他觉得可能土耳其呢，相对给我们的一种很直接、很凶狠的踢法，在这种大赛当中，90分钟之内的话，可能会让山西打场，容易出现啊，会让打这山西。那这不看着咱们了吗？嗯，那就这样了吧，不管着了吧，已经。对，可以了，可以了。因为他那位置吧，我们从那边进不去，只能从那边。